Hello，现在呢，我在那个休息室，马上要准备去我的第一次蓝坛主持了，还有一点小紧张、小激动的，要看到好多著名的、知名的 UP 主，然后也有我非常喜欢的 UP 主们，然后呢，我还会有一些简单的采访，然后今天呢，我是在上海，然后是 B 站的百大 UP 主颁奖盛典。我等会儿也会去看他们在台上表演和领奖。上海今天天气还蛮冷的，但是呢，我主持里面也是穿了吊带裙。毕竟还是要美美的呢，呵呵呵呵。大家可以敬请期待哦，期待我等会儿的主持。如果有不好的地方，大家请多多见谅，因为我是第一次主持，希望大家别喷我。好，准备出发了。